搬了好几个月的家了。五月初我们就会搬去深圳，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在一个出租屋里面，然后楼下也在施工，特别特别的吵。前几期视频我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录制出来，然后这期视频呢，我选择了在这个 WeWork 里边来录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以为没有人，来试一下，结果好多人。然后会议室也被补课老师声音特别大，所以我被迫只能来到这个天台上面来录。找不到一个可以录制的好的地方，这个已经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。 OK, let's get started。 我的餐厅，我的天台都尝试了拍摄啊，我们本身已经打算要放弃回家，然后无意间又发现了这里有一间很小的，感觉像是 mail room 处理邮件的一个房间，旁边找见这么一个非常小的房间，让我来尝试录制一下这期视频。